进入演员状态，刻不容缓，加油。所以其实我们也在不停地琢磨如何去把武术和舞蹈比较好的一个融合吧。这是我作为第一部男主演，然后作为深圳歌剧舞剧院的第一次走出深圳的一个作品，有压力吧，但是这个压力也是会化作为动力，我相信它也会让我在这里演出之后会得到一个更高的成长。十多年前呢，比亚迪首批纯电动大巴在深圳上路，走了一条前无古人之路，当时呢不被看好，饱受质疑，在巨大的压力下，深圳敢为人先，鼓励创新，制定标准，给我们先行先试的机会，在全球率先实现了电动车的规模化、商业化运营，公交电动化从深圳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最后形成了全球的共识。反正听到音乐的都脚不动、挪不动啊，就喜欢那个东西啊，那也是一种爱好吧。很爱现在那个，因为那个钢琴又好啊，音质又好啊，反正是很开心，很陶醉这种。感谢我们艺术的精彩演出。